欢迎收看老吴史上 YouTube Channel 数值最低的影片终于出炉了。今天为各位试玩的是 Pokemon Moon。 你好，我是老吴。我是个看到手吗？我有我的摄像头，来吧，稍微给大家来试玩一下这个中文版的。我玩的是 Pokemon Moon 啊。等一下，我录不到那个下面的屏幕，下面有一个屏幕在这里啊。OK， 移一个来给你看啊。哎，没有画面了这个时候。晚安，距离搬来阿罗拉。阿罗拉是这个游戏的岛吗？阿罗拉是数位岛，是不是绝绝人的地区？我的绝绝，给你记不下来。这倒有中文呢，不错。这阿罗拉有很多的宝可梦精灵。惨了，我玩的中文版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玩惯了英文的。你会忘记那个 Pokemon 叫什么名字？这是新的，狗狗。陪你玩，因为我想介绍给大家，就是那个确实是这张照片吗？我选我自己的脸啊！哎呀，可以选你的嘛，可以选你的嘛，还要选男的啦，这感觉蛮帅的，这个是吧 ？OK， 我通知大家的。控制谁？没有皮卡丘了吗？十万那个名字是吧？我就知道我的名字非常的屌。那么我是来这个期待你到来。这是博士吗？我说这一代的博士变得这样圆碎的。哦，是差不多了。我是主角啊，该出发了。开始我们新的冒险旅程。有飞机票去哪？去那个实验室啊，谁来的？女主角，女朋友，再上去。精灵在里面，他偷走了吗？没有，切牌上房间，赶快拿你身份证出来，快跑！一开始这样子的吗？然后就撞上男主角，然后就要让他选其中一只，我就记到了，一定记得。怎么了？没有路走了？这是火箭队吗？这一代的火箭队吗？天使队吗？啊！阿古烧蒸发，火龙烧。哦，玩月亮了，精灵宝可梦，月亮。听说月亮版的是我们的现实时间的12个小时，就是说如果我这个游戏是早上玩的话，它是晚上；晚上玩的话，它是早上。游戏倒，咦，嘿嘿嘿嘿，咦。就说如果我玩那个散的话是早上吗？这个时候应该是、啊、嗯哼，来到我们的家了。每一代都一样，一定是在家里面，然后又跟妈妈相遇，然后又去找博士，然后就三只选其中一只，来来去去都一样的了。这个宝可梦，妈妈妈妈变那么年轻了，这是阿罗拉看到月亮呢。开始收拾家里了，喵喵，带去把老吴叫醒，接着妈妈来叫醒我，假的，好可爱，叽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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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还在睡觉，没有逻辑，这游戏晚上都要起来了，因为你玩 Moon 他一定要起来，他管你晚上还是早上，所以说玩 Moon 的话就是夜猫版。我们控制的人一定是晚上起来下来，这次人物变得这么大只，变好大只哦，出来啊，去家里，哇，要找妈妈啊，来了，不用你找我了，你睡得很甜呢，已经回复精神了吧？对了，老吴，你期待阿鲁拉不可萌吗？当然不期待哦，说不上来。真是的，你一定也会喜欢上他们的。好了，非常度假哦，是度假胜地呀、啊。
叮当，博士来了，还有谁？库伊博士，库伊，这穿库还是穿伊的呢？哇，这个博士，哈哈，还有腹肌啊，胸肌啊，你好了哦，我是库库伊，很高兴见到你。大老远跑来这个地区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时差调好了吗？这是晚上一啊。杀了这些他的博士，这么年轻的，妈妈也那么年轻的。欢迎来到阿罗拉，刚刚搬进来吗？宝可梦对战。算了，上次我有些这个人没有事，我这再打麻烦了，哈哈哈。那我老吴，我们去隔壁的小镇吧。要宝可梦。哦，下面哪宝可梦啊？哪宝可梦？莉莉小镇上。可把宝可梦送去那些药来子，免费的吧？去拿。好吧，可以拿到宝可梦啊。这是很好呢，好，老屋赶快准备了纸箱，房间的纸箱盒里面，好吧，去拿好纸，这个东西啊，老屋打开了搬家用的箱，刚刚搬进来了，帽子和包包，哇，哇，这带黑色的呢，啊，超帅的，不用这里像那个小智的红色的帽子，皮卡丘不带带走吗？哦，笑得很开心啊，哈哈哈！讲，我这个坏孩子终于要离家出走了，我不用每天烦他了。都准备好，一路顺风啊！永远最好就是永远都不要回来了。要出发了吗？得到宝可梦了，因为如果你得到宝可梦之后，就永远就不用回家了，他们就少烦一点了。走吧，我们去隔壁的小镇了。去哪宝可梦呢？哇，这一代是。唯一一个这个 3DS 的没有 3D 版的，哎，我自己走啊，喂，发财这边啊，不要走错路啊，这是重磅，好吧，走这边吧，这是他的那个玩法很 3D 啊，不再像以前玩的只可以上下左右四个地方走啊，哇、哦、3D， 老翁觉得这地方怎么样？还好啊，还不太清楚啊，我刚刚到而已啊。也是，不管是怎么样，陌生地方都会感到困难。这个画质，你们一定拿着那个手机啊？是谁？这些老大们看到这个影片了，哇，这个老吴搞什么他？录高清一点啊，不是每次都录 4K 的游戏的吗？怎么这次录到好像狗这样子的画面给我们看哦？他，我没有那个 3DS 的那个录游戏的。机啊，听说要录那个游戏的话，要另外买一台东西啊，那台东西还蛮贵的，而且要等好久啊，而且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什么游戏要录，所以就还是不买了。稍微给大家试玩一下吧。终于来了，莉莉小镇。莉莉小镇是两棵树。好吧。奇怪了，大家说好在这里等着。还有其他人一起拿宝可梦啊 ？OK， 你找找吗？老吴，你都帮我去找，你把它找出来啊，在这附近啊，什么模样？看起来就像是，好，我去找咯，好吧好吧。哦，这不是刚才一开头那女子吗？遗迹里有什么吗？还有什么宝可梦在包包里面啊？找去找他，找去找他，跟着那个女子来。藏在这里，这里藏在这里，没东西啊，没东西啊，走，注意你玩了那个玩家，注意成长了，你看这样大个人了，以前的小小一只啊，我看了，看了，到底是怎么样？这个他是偷精灵吗？别让看到就麻烦了，你讲这样大声，谁都听到啊！现在跟着，为什么要偷宝可梦？小姐，别跑了！啊，什么鬼啊？这是新的呢，新的呢！被攻击啊！这个鸟有比较强一点的东西啊！啊，然后呢？救他！哦，等等，要救他！问发生什么事情？你朋友啊，救我啊！不，先给我 line。
怎么了吗？你是怎么了吗？拜托你救救小星云啊。小星云，我没有宠物精灵啊，怎么跟他们打？走过去喷点蚊油给他们就好了，杀虫剂。害怕脚都软了。鸟也怕吗？你没有鸟的东西，走过去吧，帮他。哇，他认为还要走吧，走吧，不会跌的，应该会跌的，因为我没有精灵啊，一定跌了，你看啊，管他，越冲 ，Oh no， Oh no， 呀，小只啊，你还是小只，这，嘣。这是第二期，哇，有电了！是鸡也是鸟，它是甲虫，我们算一下，很快啊！为什么要救我们？太好了，你又想使用你的力量了？对不起，那时候是你救了我，不报。你怎么了？我砸到东西啊？发光石头摸起来有点温暖的感觉，真的很抱歉，脱离险境，感谢你。你是那个什么鬼王吗？不是，这块石头应该是留给你的吧？什么石头？先收起来，光辉石。这孩子的事还请你不要任何人提醒，拜托你当成是秘密吧。回报告里，不听话的孩子。然后呢？这样子走了吗？光辉石来干嘛？那个，这才可能受到了攻击。你这样的要求很任性。但请陪我们一起回去广场吧。又回去广场啊？又走回去广场还是回来了？回来广场了吗？博士，看来你没有找到那个什么鬼王啊，但是你见到我的助手呢。哦，助手来了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助手伊阿恩，我的名字叫做莉莉埃，莉莉埃，莉莉埃，这位英文怎样读？为什么名字是酷酷伊莉莉埃？那我呢？老老吴吗？对呀，我名字叫老老吴。好，就当老老吴哦。好的，我会用我的生命来指教你的。哦，来了，找到了，是这个啊，是这个人啊，怎么穿到一个好像刚退休的人呢、啊？从拖鞋出来呢，哇，眼睛都不开啊，刚刚睡醒啊，真是的。哈喽大叔，你跑去哪里了？我毕竟是这个岛，只要在岛上出现问题，我都会去学习啦。那么莉莉啊，发生什么事呀？莉莉爱，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我好像看到了什么鸟鸟飞飞过去啊。是的，是的，哈拉先生，他叫哈拉，乱哈拉。出现啊，守护神呢？刚才那只，虽然说是守护神，我行我素，天大的好事！训练家你好，我是没了没了，没了没了的是什么？没了没了，哈拉，乱哈拉的这个人相信他吗？真高兴了你，上场 ，OK 先了，来了，哇！啊，黑色毛毛，哎，这个是什么来？不倒翁，还有旁边那个小丑啊，这是什么木鸟啊？木，特可爱啊这只，哇，这是很凶啊这只，哦，这只好凶哦，水性的，球球海狮，阿斯玛，要选啊？为什么他的这 Pokemon 的游戏一定要？永远都是要三只选一只，不可以三只都选的吗？
你选哪一只呢？林北三只都要可以吗？通常呢，我是选火的啦，每一招我都选火的啦，这道用就炒了吧。这不倒翁，不倒翁看起来是西北的可爱的，木木鸟，进化应该没有这样圆了吧？互相的选择对方才是真正的伙伴。我还可以再选择一只吗，博士？博士？看看他一下子，踢他一脚，看他会不会会转回来，因为他是不倒翁吧？不打算给我一点回应吗？哎，一直看着我。嗯？不打算讲话吗？飞过来！节目笑得好开心啊！终于抱住他了。摸，草树性，认同，他不认同了吗？最好是不认同了。这也要换名字啊？不换吧，用人家本来的名好了。换了他又不能打中文字，他这游戏是有中文的，可是又打不了中文字啊。很好。你太厉害了。好了，助手有一个字啊，乖乖在抱抱里哦，这是非常可爱的宝可梦，好好的对待他。今天正式成为了训练家了，东西要送你，送你的宝可梦吧。我就知道，哎，不是啊，是这个是宝可 Dex 啊，自己记录，我知道啦。你以为我没有玩宝可梦 XY 玩吗？全部玩呢。这什么鬼？训练家政就是每打一个 gym就会给你一个的吗？走了，不管他们了。这博士什么有鬼用啊？看来朋友，这是啊，朋友啊，还有其他的训练家，哇，兄弟啊，喂喂，来场不跟我们对战吧？不要急，名字还不说，怎么对战呢？先把你名字讲出来。我的名字这哈鸟，哈鸟。哦，这是那个兄弟啊。球球还是我的伙伴哦，他是拿了个水的呢，好酷啊！谢谢，你喜欢宝可梦？嗯，所以嘛，来场对战吧，迫不及待了，试着找你，有点害怕受伤的对战。哦，你们加油！这是你们第一次进行对战，谁造数吧 ？OK， 来了，这是怎样啊？这一代打起来是怎样的？来吧，是直接吗？也要当我的对手吗？等一下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先跑，不行，要回来。打一次好吗？现在的是怎么样打法？是怎么样？为什么这样子的音乐？你这样挑战？还是选那个水的那只啊？哦，哎，他不是选我的敌对的，就是。我的草可以打那个水的不是吗？哦，上面的话，下面的呢？下面是这样子的这一代。嗯，包包选择战斗，冲击。L1 跟 A 有说明啊，按 L1 跟 A 到底是什么？树叶打倒对方，一开始就有草的技能呢，直接用这招打他了。好吧，使出，哦，哇，很痛哦。超级有效啊！他显示我的，我克他的呢，这不是很容易打吗？这样子，我 ，OK， 死了，直接死了，倒下，咻！我升等了，直接第一场升等了，六等，哦，我动画有点不一样啊，耶，哇呼，得了100块。好厉害！你叫做老吴是吧？你的木木鸟好酷哦！废话，你学克我的，笨的半死。好，明天我要加油。哦，那石头发灯呢？啊，该是你一直给的。拿去吧，你眼睛是熟开了，老爷，真的是，该不会是？什么事情发生了？救了你对吧？是的。
原来如此，没想到连石头都给了你，命中注定了吧？放了啊，他偷了，命中注定了，就拿着我的石头，明天再还你。明天要插在明天的什么典礼啊？这个时候是要回家看妈妈了，送你回家吧，好吧？我会小心的。哎，跑出来了，这东西又从我包包里面跑出来，回来啦！回来啦，老吴！为什么你这么快回来？你应该永远都不要回来啊！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好丑啊，儿子，你怎么带这样子丑的东西回来？太可爱，太可爱。这孩子好可爱，好酷哦！每个人被光看了都觉得好开心。这是他妈妈的宠物啊，他妈妈也有，该不会这一代他妈妈也可以打吧？他这一代他的妈妈也可以来。第二天，啊，一样的动画，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？这个开头已经摆过了，这个就是，有东西来了，淘宝来了，去开东西。哦，是什么？又是你，这就放弃。来了，时间到了，上线，有点事要告诉你。好了，我们到一号道路去吧。然后呢，你出去吧，一定会很有趣。这次再也不要回来了，知道吗？喵。嗯，走这条路的时候了，哎，这是早上啊，这是早上啊，终于早上了。他讲这个游戏一定要给你早上一下子，要不然你会不玩啊，这个游戏每天黑黑的，因为我玩闷啊。哇，好多草，在草里面会战斗吧？我知道你要教我了，我记到了，我有玩呢。哦，直接打了吗？直接打了。哦，在那个草的后面，哇，这个博士，哦，博士还有狗狗了。哦，叫我们怎么抓啊？丢进球了。不，这只 CP 不知道值几高啊？这只 CP。这样就抓到了。好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这是他身为可靠的伙伴，我知道。直接跟你妈妈说一声，你就让我好好的休息哦。他妈妈是那个医院啊，给我一点草药。精灵球十颗，伤药 potion， 好吧，老五，你自己自生自灭哦，以后就靠你哦。应该会有鸟啦，通常是鸟跟老鼠的，一开始每一代都一样了，你看又是鸟了，我就知道了。咔嚓 ！Yes， 我的。哎，这个好像是别个实况组的台词啊。哈哈哈哈哈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哇，新的 Pokédex 啊！探路完毕，好可爱的动画。耶、yeah ，先摸摸它嘛。走。哦。哦，来了，要跟人家打了，这里不要先跑过去，不要看着他，开始捏着墙壁，哎，是一样，哇，这样子哦，视线对上，呵呵，哇，这带这样子，啊，裤子小子，短裤小子，哇，这是旧的吧？听说这一集他那个旧的。第一代的 Pokemon 有新的进化，叫 Alola 进化吗？阿拉达，小拉达，吃我的树叶，死了！龟听啊，60块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道具里面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刚才抓的那只鸟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是 Pokédex 啊 ，Pokédex 里面有两只，就看到5只都要两只吗？记录是保存的，这是什么？训练家，这得到一个印证啊，没有了，这一个而已。宝可清爽乐，宝可清爽乐是什么鬼翻译啊？哦，这里可以摸摸它，跟旧的一样的，摸摸它可以喂它吃东西。这是什么？不过战斗后有时会弄伤身体，啊，还要把它弄干净的吗？啊，可以治疗中毒。替换照片，怎么一回事？可以摸摸它。啊，
样的，那个蓝好了。来，吃。哎哎哎，吹一口，自己拿，啊、自己拿，自己丢这里，自己去拿，自己夹，自己夹。好了，我们来这地方了，开始什么典礼了？好多人啊，这是之前，这什么了？这里？哦，意思是个眼睛还没有开啊，他还到睡了一天，他眼睛还没有开啊，这个哈拉守护神。热闹一番，可以走啊！啊，又是他，该不会又要打吧？老吴，我的眼睛已经等不及了。阿斯玛，我没有告诉你吗？还好赶得上呢。什么事情？全部要上正面冲突对战？要对战了吗？回复体力啊，帮我回复体力啊，惨了要打了。哎，我来剩到九等而已。啊，准备了啊，不要，不，准备啊，我先回去剩等先。我先回去剩等先。好了，我们的四万鱼片，先到这里了。你觉得老吴这个游戏要坚持下去吗？这么烂的画质还要继续录下去吗？like 和 share 告诉我了，我们的 Pokemon。Moon 到这里告一段落，谢谢各位的收看。觉得这个游戏还不错的话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知道吗？谢谢你，老吴小吴报道。来，拍他一个手，拍拍，看人就行了。